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请大家为了度化诸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发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普贤行品再讲偈颂部分偈颂部分呢分了六课，再讲第四课，也就是愿海利益。愿海利益呢分了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较量。听闻经典的利益和第二个现实中心之利益，那么第一课讲完了，再讲第二课现实中心之利益。这呢又分了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无中过，第二个呢是究竟过。那么再讲无中过，无中过当中呢，第一增上果和第二等有果讲完了。今天继续学习第三个。利息过，大家需要明白这里利息过就是说修持这个普贤行愿的法门，能够使心性三根得到极大的开发，因此呢，就能够迅速灭除种种罪障。所以呢，就是经文上这样说道：往昔幼吾智慧力，塑造饥饿无五间，诵持普贤大愿王。一念速即解消灭，就说过去是由于没有智慧，所以呢，对于合则有利，对于合则有害等等趋色之力特别的愚痴。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以业过愚痴的力量，就造了极为严重的，譬如说杀父杀母等等的无间罪，而。今天能够以身心信戒持诵普贤大愿王，就能够在一念之间，在短短的一刹那之间呢，迅速灭除这些极为深重的罪业。所以呢，道友们需要明白，普贤行愿有极大的破恶力量。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内在三根的极大属性。那么过去是呢，由于这个无明烦恼力，无力是恶，无所不造，都造了；而现在恰好翻转过来，力愿行持信心本具的一切善，而且呢，这是全面的开发，也是周遍的开发，今十方善事一切思一切出，都以普显心来行持的。那么这样从替普贤发出用普贤，所以呢，在缘起上就能把种种严重的恶业整个反转过来了。另外呢，当我们需要知道，诵持普贤大愿王不仅仅能够灭除五见罪，在心源品的长寒文里面还说到，所有身心胆的病、各种的苦恼，乃至佛刹即为成熟，一切恶业都能够消除，这个利益不得了，这个功德不可思议，是这样子。因此呢，我们每一次入法念诵普贤心源品，都应当倍加珍惜，圆着这么殊胜的缘分，现发出自心无量的善来。那么这样呢，每一次念完后呢，会感觉自己呢又回到本来的善当中，脱离了由我这里笼罩的各种烦恼、罪业以及身心苦恼等等的状态。所以这个偈颂就讲了利息果，大家也清楚，这个利息果就是说能够脱离吸附的速生果的。所以呢，就是修持普贤心愿。能够如法读诵普贤行愿品，那么所造的哪怕就是无五间罪等极为严重的罪恶，在一刹那一念间完全速即皆消灭。
这样做我们就明白，就是唾利息复的速生过得，所以叫利息过。那么接下来继续讲第四个意速过。那么大家需要明白，这就是讲今生我们修持普贤心愿，那么来世呢会得到各方面得享圆满的果报，所以叫意速过。也就是说，以印上已经积累了圆满的因，那么在过上面呢，就会呈现出方方面面的圆满。因此呢，颂文当中这样说道：“诸心中来即容色，相好智慧显圆满。”就这两句来讲意思过的内容，就是说啊，我们修持普贤心愿，那么首先未来世将有极为圆满的住性。也就是说，身在国王等高贵众星当中，受人尊重爱戴，所以大家需要明白，这是由于啊，如法性质普贤信愿，或者说以尊重自心普贤的缘故，念念时时处处行持极为殊胜的善行，那么在心中不断的立愿法性，由此三根力就决定身为高贵众星。所以说，就是诸行众类这一块也是非常非常殊胜圆满的。那么其次呢，修持普贤信愿还会得到其他的圆满，比如说会有金色的肤色，还有40颗牙齿、光场色香、头颅善改等等的种种相好。这也是由如法性质普贤信愿。那么具有利尽啊、供养、遂谢啊、持戒、安忍等等方方面面无量无边的三因所感得的，都会出现的。而且啊，大家需要明白，由于他的观心放是圆顿，是万善众尽，所以呢，修一法就已经具足了圆满艺术上的因素，因此呢，来世啊会出现圆满的相好。而且会有圆满的智慧，所以呢，对世间、处世间各种学问、各种名处啊，都能够无障碍直接取入。这也是以普贤心愿的加倍力，使信心得到极大的开发，从而呢，对于无量的说之法具有明彻了大的智慧。是这样子，这个就是依术过。所以呢，就是我们从他的这种身为高贵中心呐、啊，或者说他的这个肤色很圆满，或者他的光章色相很圆满，还有他这种修行者会有圆满的智慧等等，因为这个法它就是这样的一种观心方式圆顿的，是一切万善终极的，所以这样修一次，他就可以居住了圆满艺术的。殊胜过啊，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就明白这一切都是呢必然的因果规律，决定会这样子。所以说到诸心众类即容色，相好智慧现圆满。那么今世当中修持普贤心愿，那么我们的未来世啊，在生生世世当中呢，有种种的圆满的艺术过，毫无疑问的，肯定是这样子，因为缘起规律上就是这样出现的。也就是说啊。以普贤学院的加持力，那么这个我们的信心得到极大的开发。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不管是从他的高贵的中心，还是相貌圆满，还是说就是圆满的智慧胆，从各个方面一观察，那就是确确实实很殊胜的。所以呢，这里说到诸心众类即容色相好这方面圆满的，还有呢就是包括智慧现圆满。那想一下，我们这一生呢，大家都很珍惜的。因众心仁政的如法的方式念修普贤心愿，那人人都得到这样的艺术果，所以呢，他的中心还是这个容色相好方面，还是智慧等等方面，全部都非常圆满的，这都是呢必然的因果规律。那么接下来就讲第五适用果。那么我们作为普贤心愿的修行者。那么，握着普贤信愿大法的器具，会成就什么作用呢？那就是
偈颂当中这样说道：“祝谋外道不能摧，堪为善结所应供。”这两句来讲是用过的内容，就是说啊，如果坚定的受持普贤信愿，做任何的善根，都以普贤信愿力摄持而回向应持，那么这样一切诸魔就无法做障碍。也就是说，他的信心一开发的时候啊，这个善根以无限度的、以周遍的方式做了普皆回向。所以呢，大家需要明白，在缘起上就不会受魔的干扰，也不会被歪道邪见所染污。这样子，我们就明白第一句说的“诸魔外道不能摧”，一个就是不会受魔的干扰，另外呢就是不会被外道邪见所染污，所以叫不能摧。那么第二个呢，就说到“堪为善结所应供”，大家需要明白。意思就是说，以这个纯真三性的力量，而且就是周遍的亮度、光大的亮度，就想发菩提心后，被整个三界人天所立功那样。这位修持普贤心愿的行者，以他的功德力，完全堪为三界一切人士所供养自己。所以说，堪为三界所应供。也是这样的，需要理解。那这样我们就明白啊，修持这样的普贤大法，那么就成就什么样的作用呢？就作用有这样，所以适用过是从这方面来需要了解。那么总而言之，这个适用过啊，普贤信愿会使自身产生极大功德力，正面就是成为善界所应供，而反面就是诸魔外道不能摧。是这样的，需要理解。那么这一章呢，我们就讲了心发性的无中过。那么最后戒称行持普贤愿望的究竟果力是什么？那下面就继续讲第二个课派，也就是说第二究竟过。那么究竟过呢，在颂文当中这样说道：“树以菩提大树王，坐以相夫住摩中。成等正觉转法轮，普利一切诸寒食。”那么就是说，修持普贤心愿呢，有速即成佛的果报，这就是究竟果。所以，道友们需要明白，这里啊，经文上以八相成道当中的四相，也就是说，意、道场、相辅魔君、成正觉以及转法轮来做说明。也就是说啊，修持普贤信愿，人人都可以实现这样的成佛的殊胜相，或者就是说啊，八相成道当中的四相为主，一切的成道前前后后的殊胜相，前前后后的，不管是从道的德相，还是国的究竟的功德相，全都圆圆满满成就的。所以究竟果是从这一块来需要理解。就是说我们。每个人能在对这个普贤信愿法门生深切信以后呢，立定普贤信愿为自己的本愿，是生生世世发愿弘扬这样的一种本愿，没有别的，就是这个心愿品。那么立定普贤信愿为自己的本愿，这就成了超生下乘不可计数倍的无上的妙法。那么，以它不可思议的缘起力，会使我们在道位上迅速升进，最终呢，圆满一切地道的功德，速即来到菩提树王下，在狮子座上解迦夫座，以十地最后性的金刚预定降服一切种类的魔君，并且得到无上正等正觉。之后呢，因梵天呢、第四天的契经而专深光妙法轮，普离一切有情。这个就是我们修持普贤宣品的究竟过，大家需要知道，如法修持，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我们人人成佛，而且会得到这样殊胜的究竟果。那么这样我们就很明确修持普贤信愿从应到过的整个路线。
那么特别来说，在晋升临重的时候，助根善坏、眷属、财物等等设立自己，那么以普贤愿望引导我们自己的心，一刹那间就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而且呢，当即见阿弥陀佛，蒙佛授记，得佛的驾杯，迅速成了普贤心愿。那么这样就能够快速达到菩提树王下，大家想明白，这是成佛的前兆。然后呢，相辅魔具呢，先前正等正觉，之后在无边际的世界里转妙法轮，普利一切众生。哎，这就知道我们以现前法普贤信愿，这个超过下层无数倍的无上的正因，再加上借通护住阿弥陀佛的加倍力量，就会极为快速的成佛。那么总而言之，我们这一生要把握住两句，第一句就是发四大愿望，第二句就是道归极乐。那么这样成佛就非常近了，所以呢，这里说啊，速易，很快到菩提大树王，然后呢就是马上成佛，啊是这样子，而且呢，以此能够迅速圆满我们菩提一切法界众生的誓愿，因此呢，菩提心应当直接借在普贤心愿上，并且呢，以往生西方极乐净土来完成，这是最有保障的、最直接的、最佳的方便，而且呢，对人人有希望的，不管是凡夫还是圣者，只要按照这个方式来道归极乐，那最后呢，一切都圆圆满满可以成就的，确确实实这样子。所以呢，这就是不可思议的普贤菩萨摩诃萨，他这样来引导我们。让我们人人都得到这样究竟的果，而且呢，就是非常快速的圆满一切佛果，非常迅速圆满普利一切法界众生的誓愿海。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记住，一定要借在普贤心愿上面，然后呢，以道归极乐的方式，或者说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以阿弥陀佛的加倍力量，然后呢，就是这心愿品。里面所讲的每个愿的内容呢，全部都可以圆圆满满的成就，也就是说，完全可以实现最大梦想的一个结果就会出现的，是这样子。所以呢，就是从自力究竟的这个发生过，还是他力究竟，而从色身普度法界众生的一切的自他二力，都圆圆满满会得到，所以这个叫做究竟果，是这样子。那么接下来呢，就讲第五课，也就是说全道受持。那么这里经文上这样说道：若人与之普贤愿度诵受持及演说，过报为佛能整之，决定获生菩提道。道门大家需要记住啊，这是普贤菩萨摩诃萨全道一切有缘者都来受持。普贤心愿，这个全道受持，首先要明白。为什么呢？因为行持普贤心愿，会得到只有一切智智的佛才能真挚的极其不可思议殊胜的功德，以及无边无际的果报，决定能得到速生菩提道的缘故。所以呢，就是大菩萨全道一切有缘者。大家都来受持普贤心愿。那么我们每个人发心，这里说若人于此普贤愿，那么自己这一块有没有觉悟，完全受持普贤心愿？有的话，若人于此普贤愿，可以包括自己了。然后度诵受持及演说，那这一块没有问题。不管是度诵受持，还是讲的人讲，听的人听，都做到了。而且这个如法的。真真正正的受持普贤心愿，那么他这种受持的功德多大呢？这个的果报，这个的利益，除佛以外，谁都不知道，唯就是佛能知道的。那他的功德极其殊胜，绝对就是无量无边、不可思议当中不可思议的一切果报都会得到。
而且呢，决定这个人100%任何不决定坏地方都没有，能够得到速生菩提道的缘故。那么也就是说，决定成佛，没有怀疑的，100%决定的，所以决定获生菩提道，哎，决定能够获得速生菩提道的缘故。因此呢，我们要以清净心来批度，而且呢，高声念诵，以此愿望的字字句句，以及呢，给别人言说这部大经的含义。当然呢，还包括呢文思啊、修习啊等等。那么，道友们需要知道，这么做完全顺合本性，是自己往开发自心普现的妙用而去入不可思议形骸的缘起上发展，啊，所以呢，一定能够得到不可思议的处世间圆满。这在缘起的量上面，实在没有办法测度。一上来就是净法界、虚空界，而且是以圆满的、无尽的、世事无碍等等的方式来发愿的。这一回发展到何种地步呢？会出现多少的利益呢？只有穷尽法界，能够遍照十方善是一切因果量的佛才能证之。那么这一下的包括释地菩萨在内的一切的凡夫圣者都无法测到他的边际的量。那么这样子我们才知道，我们修持普贤信愿，或者把所做的一切的善根以普贤信愿来因持的话呢，将会出现极其殊胜不可思议的果报，他的量只有佛才能证之啊。所以呢，我们道友们自己的心里面一定要记住，普贤菩萨摩诃萨已经说到这份上了，是一种无以复加的量啊，全到我们每个人一定要受持，而且下断语说这样行持决定会得到殊胜的菩提之道，也就是殊胜的究竟佛果。那么我们为什么还不行持呢？因此呢，我们应当得以佛语，以无疑惑的心信受您呐，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确实重中之重。所以呢，我们想一下，这里一个寄松全到受持普贤信愿，我们能相信能够按照这样做的话呢，那么这个国宝为佛能证之，决定获胜菩提道，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需要明白的的确确我们有一种真实的信心，然后呢去读诵受持普贤宣言品啊，对千千万万的人有很大的利益。尤其是我们所做的一切的善根，不管是大的小的还是怎么样的一种善法，凡是属于善法的，包括点点滴滴积累的善根，全部以普贤信愿因此下做普皆回向，那这一切一切的果报，不管是从利息瓜、增上瓜、艺术瓜、适用瓜、究竟瓜等等等等各个方面呢，会非常非常圆满的，是这样子。所以呢，在这个有限的时间、有限的生命当中，短暂人生能够遇到普贤信愿品这样的法，每天都读诵受持，以十大愿望设置倒归极乐做普皆回向，这个是真的重中之重，非常有智慧，非常有福报，非常珍惜这样殊胜法门的人才能入法行持的。所以呢，我相信我们每个道友会高度重视，会再接再厉的方式呢好好修持普贤信愿，是这样。那么这一堂课所讲的，我想简单归纳的方式给大家安排两个思考题。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对于本经做十法心会获得何种利息果、何种的艺术果、何种的施用果呢？要思考这些呢，心里面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这种话呢，自然而然这个信心就起了，然后在信心当中读诵受持，那这些殊胜的果啊，一个一个都可以显现的。那么第二个思考题呢，我们人人修持这个殊胜的普现心愿的究竟果是什么呢？我们心里也要非常清楚啊，一五一十的心里面清楚明白，然后呢，在意念，在这种被这个法的殊胜心打动我们的心，产生这个
心性的状态去读诵的话呢，功德力非常大，不会散乱，不会就是嘴巴念啊，心跑到别的地方散乱，不会这样子。所以呢，从这个方面需要去思考，这样对大家有很大的帮助啊。那么今天啊，心源品的课呢就讲到这里。那么下面呢，我们以十大愿望摄持。道归极乐的方式呢，做普皆回向。